的鸡蛋，一勺糖，少许温水，搅拌化开。香甜南瓜发糕完成，真的一看就废欧。加多点白糖，大火炒干水分，炒成菠萝酱，放入碗中，120克钵仔粉，160克水，充分搅拌均匀，倒入碗中8分满，蒸15分钟即。你知道吗？韭菜这样做，用我吃饭的筷子搅拌均匀，加入3个顺产的鸡蛋，少许牛奶，搅拌均匀。今天早餐吃什么？倒入面包，整理成型，挤上番茄酱，腿肠改刀，六成油温下锅炸至外壳酥脆。好吃的秘诀就是这个灵魂烧烤料，色素防腐剂，在家也能做，没有白心就可以吃啦，香甜软糯，大小朋友都爱。南瓜加白糖，糯米粉。